要是这么精彩的演讲。今天这个一个多小时，大家应该可以领略到什么叫做纵观古迹，然后纵横全球的一个视野。尤其是我刚刚结束这个新冠疫情之后，再听这样的演讲，你知道，原来信仰民俗不是距离我们那么遥远，不是过去的事，迷信的事。那我想非常谢谢老师花这么多精神跟资料共同详细的说明。那我想我们就先休息十分钟，在五十分的时候回到位置，开始我们的青年论坛。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欢送李老师。你看中央研究院的，研究院的电视，中央研究中心的荣誉教授，历史方向的林太清教授，介绍宋王权。介绍宋医生，对，提到天险，提到日记，提到太天险上先天的，还对更多的先天，地天险大还是先天？太天险上早期是替皇帝郑成功的用到险上。他替明朝的，替明朝皇帝守护台湾，郑成功1624年到台湾。你看中央研究院的，研究院的电视，中央研究中心的荣誉教授，历史方向的林太清教授，介绍宋王权。介绍宋医生，对，提到天险，提到日记，提到太天险上先天的，还对更多的先天，地天险大还是先天？太天险上早期是替皇帝郑成功的用到险上。他替明朝的，替明朝皇帝守护台湾，郑成功1624年到台湾。